我是 Chef 大王，欢迎收看 Chef Channel。 OK， 所以相信大家知道7月20号的时候 TikTok Shop 已经跟 Atomy 合作了。如果你身为一个卖家，你们有跟 Atomy 合作过的话，你们都应该知道 Atomy 的收费其实也不便宜，是 3% 到 6% 大概这个范围内啦。OK， 所以但是现在呢，他 TikTok 有这个 promotion 呢，基本上就是如果他们用三个月的 Buy Now Pay Later 呢，顾客只需要是 0% 的，没有free installment 的，过后六个月以上，他就会customer 就被 charge 1.5% 啊，这个不是我们卖家，是买家 ，OK？ So， TikTok 也是非常施舍的，他也没有收我们任何费用。所以另外一句话来讲呢，如果你身为一个卖家，你跟 Atomy 合作呢，你自己要付3-6%吧，你跟 TikTok 这边卖的话，你是可以省下这笔钱。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虽然现在 TikTok 是给我们免费，我觉得是暂时性啦，不懂会积久啦 ，OK？ 反正他们有钱少啦 ，OK？ 所以这个怎样呢？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只需要 customer 在 payment method 里面可以看到 Atomy， 拎起来就可以用了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过后你可以还会有两个 option 呢，一个是三个月六个月，但你要知道是不是每个买家都有六个月的，这 depend on 那个 buyer 的那个 track record。当然我们身为卖家呢，像我刚才说那是 0% interest， 如果是6个月 1.5% interest per month 都是由 customer 来付费的，因为从这边他们写到非常非常的清楚哦，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担心的 OK。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会讲，诶，我现在 try 我的 TikTok， 我按 buy now， 我就明明看到这个 logo Atomy logo，但是我点击 View All Option 的时候，我没有看这个 Atomy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因为你还没有 download 那个 Atomy 的 app。OK， 所以你只要跟你的 customer 讲去 install Atomy， OK， 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个 Atomy 的 account 啊。所以你在等着它 install 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 after install， 你只要打开，他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在 TikTok 里面用这个 Buy Now Pay Later。OK， 很简单，你看啊。直接点击 open， open 了你只要 allow 这些东西就好了。如果你在 TikTok 推出在 u n v i e w option 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这个 Atomy 的选项，拎起来你就可以付费了。别说这是非常非常的有趣，因为你看连Shopee 我们都是需要付这个 service fee 的，然后那我可以看 installment fee 啊，虽然那个可以到6个月，但是在 TikTok 现在是有 TikTok 没了，一样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过后一定要有人要买单。暂时先是 TikTok 我们付费，所以可以说贵的东西现在在 TikTok 也会开始慢慢越来越好做了，因为有这个分期付款。所以如果你们是有比较高价位的东西，也可以开始把你们的产品开始在 TikTok 这边默默来卖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